那你可以开始了。您好，我是金总小姐，今天来带你做视力测验，来看你的眼睛有没有坏掉，是不是跨龙瞳，请你按照接下来的指示来完成下面的测验。请你按照方向比出相对应手势，并且每比完一个手势，将手放下再比下一个手势。请你距离屏幕一公尺。请遮左眼，请问画面中的每一条线条都一样粗吗？是是比零，请比出画面中的数字。请问画面中的表格是否扭曲？是比五，不是比零。请问画面是否有漂移黑点？是比五，不是比零。我想要再换个角度拍。